给我放呢？妈妈，头发梳上。头发梳，妈妈拿梳头。哎呀，你瞅你，一到下班你就赖，一到下班你就赖去。干嘛呀，撅大的？嗯。拽皮套干啥？你拽他干啥呀？我梳头。这个闹啊，这个闹啊，啃多蹄子呢，啃多。没咬你上，你耳朵没有了还咬？没有扣了还咬？拔掉了。你把这花带上马店子钻衣服啊，带上马店子钻衣服啊，瞅一瞅啊。我妹妹，好看吗？来吧，进来，滚！哎呀，大宝帽子给我拿来，不来我打他。夹吧，随便夹。有，好，擦一擦，妈也不打你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，好，嗯，都乖乖啊，哎呀，听话，花板啥时候发货？明天都能发货啊，大宝真好看。哎呀，这家亲的，哎呀，哎呀，这家吃的这香，嘿嘿呀，这家吃的。上来，坐胳膊上，过来，坐上，大宝，你给我磕会耳朵，快点进来，磕耳朵，让你耳朵里头，看看耳朵里头有啥，看耳朵里有啥，这边磕耳朵，哎，磕不，哎，磕一磕，耳朵眼里头，耳朵眼里头，还有啥，大宝。干完了，是不生气，不生气啊！好了，好了，不生气啊！不生气，不生气了，我打你了，大伙不生气了吗？报喊上分了，上分，再玩，咱们会战的，咱好人好商的，来，咱好人好商，听妈话。哎，对了，你看咱会粘的啊，咱会粘，你看，你看看，呀，决定不服呢，你看会粘的不？你看会粘的啊，那叫什么玩意儿？等到天边月亮如水，等到姑娘把口衔揉碎，再立着呢，哎，好吧，哎，敬个礼，哎，对，敬礼，敬个礼，我就入水，来，敬礼。我靠，这他妈出来吧，那吃的就快啊，等啊，远点啊，要不然，What?